就到新加坡，我们有四个人，哒哒。我们难得第一次一起出国，一来就聊邻国。对。我跟常磊一个很大目标，对，苏生坚持拍一天的 vlog。是。但是苏生最近的 vlog 是那种电影 vlog， 50分钟。对。所以我跟常磊想办法让他一天可以拍50分钟。我让你变成像阿瓦达这样，阿瓦达。这没有很难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去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去买巴黎铁塔。你真的很烦哎，你真的要拔错50分钟是不是？给浪铁塔。不然有菜场乐在哦，不是浪费电池就是浪费记忆卡。我们去那边买上网的卡，不然这3天我们没有的卡用了。对，我们现在无线上网。哇，这么好的。可是的话，这样我们要很 stick 在一起哦。我们原本就 stick 一起嘛，我们不会分开的。我们四个是什么人类的吗？我们四个来。干爆铁柱，少了米奇哦。欢迎加入我们哥崩卡。好，我们不会开一个卡出来呀。来者都是客，要不破啊。我们买好了，好贵哦。Local WiFi 几起来 ？Unlimited Local WiFi。对，它的 deposit 要200新币，但是租金便宜啊，一天才10块吧。10块，然后我们租了3天就30块。好，可以 ，Thank you。耶 ！Oh my god！ 小心啊，600块。而且这个只可以耐3到4个小时哦。他讲如果我们再走借口3到4个小时。可以了，便宜吗？可以了。可以啦，我们省吃俭用啦。没办法，因为其实我们新加坡是这样子的。啊，原来是拍我，我看到之前。走了走了，我们要去 meet driver 了，塞得完吗？塞不完的话，能够做 grab。谢谢安哥。这边最快可以加多少？各位，我们到了圣淘沙，看到吗？看不到。我是看不到啊，全部都是树。OK， 我们到了我们的酒店。我们这次住的呢是 Hotel Michael 麦克尔酒店。我们到了我们的房间了。爱马仕套房。没有靠靠靠哎。哦，这样大间呢。我们两个人泡哦。哇。爱马仕套房喂，它是要我们两个分开睡。爱马仕套房，这个是甜点吗？好棒哦！又写名，又写我们的名哎！看一下我们的阳台好不好？噔！哇，这里是什么？这是哦，那边有游泳池。那边是那个游乐设施吧？没有乐园啊，那些乐园没缆车。看一下厕所。哦，那厕所真的呀。我想吃啊，巧克力。这是瓦佛啦。好吃吗？嗯，好酷。很好吃哦。高级哦，有没有？吃啊，另外一个有 nut 的。咖啡味的，好香哦，嗯，好吃哦，很好吃。这个人讲好8:45出门，他8:30起床，就看到我没有化妆，然后头发没有洗，邋遢邋遢这样。我不懂为什么受伤了。你真的洗个脚啊？请问这个酒店是不是太舒服了？其实我们这次在新加坡算是3天2夜的一个旅行了，最主要是其实是 Resort World Sentosa 他们邀请我们来的。谢谢你帮我讲，本来我要讲。帮你讲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明天开始我会开始我的一系列的新加坡 vlog，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明天后天的行程，可以来我的 YouTube channel 看。苏生今天就会拍这个比较 chill 一天呐、啊，因为我们今天第一天在新加坡，其实没什么太多行程了、啊，我们就是 check in hotel 了，等一下就是跟我们的朋友去走走，他带我们去吃一些东西，走一些东西比较 chill 一点。所以明天后天记得看我的 YouTube 影片，拜拜。我们现在要找我们的新加坡朋友，对，那个 Grace。新加坡的朋友，好奇什么跟他认识？啊，不会啊，如果有追 vlog 大概都懂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的车很 cute 呢。Hello， 啊，送礼物给他，送你的礼物。我们上次在新加坡送给他的。啊，哒哒，我可以拿奖是吗？啊，这我就颁奖给你。我身上就是 sample， 可以，不要乱送东西。哈哈哈哈哈。要 sample 就里面东西。OK。
是默认你是。来讲一下。讲啊讲啊来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刚才下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？我记得很新加坡的。还不新加坡的。还没有，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。所以今天第一天过去，那我们就调啊，调到，直到要八五七八五七啊。现在 Grace 带我们来一家叫什么？是 Golden Mall Food Center。他讲这边有一个很好吃的鸡饭，这就是很道地的新加坡的 food court， 我们都叫 food court， 可是他们会把自己称作为叫巴萨。我们要吃的鸡饭没有开，哎，不能批评新加坡的鸡饭了，哎，都是谁的错？都是谁？都是贵的错。没有吧？那你们要吃别的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就 try 别的先哦。都可以啊 ，Let's go。OK， 走，我们去 try 别的。Let's go。我们来逛逛，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叫？太多选择了啦。这边的 food court 真的是跟美食不一样，因为它就是一栋 building， 有几层，然后旋转式这样子。哦。你看后面新加坡人好像也不懂要吃什么这样。这你到底是新加坡人吗？鸡饭没有开。今天那个鸡饭是好吃的。我想讲后面的故事了。哎，你们两个的背是情侣背的，而且它这个颜色真的，我觉得比白色好看哦。single， 没有很多钱哦，三倍的汇率。你也太马来西亚了吧你？那我妈会煮，我妈会煮。刚才我们用这个交易了，我对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币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像是我介绍。What？ 这是 Roti John。Roti John？ 没事 ，Roti John 不是？有。有什么？有什么差别 ？Roti John 就是马来西亚的 John 跟新加坡的 John 是不一样的。马来西亚 John 呢，抹屁股是用左手的。新加坡 John 是。讲，来继续讲，继续讲。对，全部都是出自你的嘴巴，没有 script， 不要再讲 script 了，不要用这招了。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做什么？你跟我讲。他们是用清水洗的，洗什么？来，我们吃罗定。好了，你吃你东西，不要再讲话了。这个很有罪恶感，好可怕、啊。这个。哦。我在想新加坡很厉害的叫什么啊？炒虾面。哦，这个是虾面的。嗯，虾米粉面，这炒比较湿一点。哦。可以吗？好吃，三棒很好吃。很多人讲新加坡食物都不好吃，但是你觉得如何？很多人是谁？真的很多人讲，没骗你。我现在有很多人跟你讲。你问啊，说说。可能说是新加坡人啊，你说。哦，你是新加坡人啊？因为很多马来西亚人会觉得新加坡食物都没马来西亚好吃。我觉得很好吃。各位你们看，这个是那个水果捞。马来西亚有海底捞，这边水果捞。真的叫水果捞吗？是啊。它这是什么来的？它这个是那个奶盖这样子的。哦，为什么好像什么东西没吃过这样子？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我会让我们来带你吃。想了想了，我们要去拿我们的 burger。哇哈，这好厉害哦，各位！哇，哒哒！哇，来新加坡吃快餐了。来菜哦。新加坡的 burger 到底怎么样呢？这个是 chicken burger， 辣的，还是哇，表面好吃。哎哎，准备讲，辣的。你不管讲什么，前面讲哇表啊。三二一。哇表，真的很好吃。前面讲哇表。啊？哇表哇表。现在我能不讲嘞？没有啊。你讲哇表呀？你哇表哎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那个酱好像很厉害，我觉得它酱。其实我都没有吃过哎。你没吃过？你这个假新加坡人，我是假新加坡人耶。Hello， 安迪。嗯。那两个不懂事的。哦，不懂事的。不是跟你们来的吗？啊，这边有卖那个。franchise。有卖 franchise 啊？我开一间在我家旁边，有卖的吗？我给你带。有卖啊？我付了200万新币啊！你们烦了呀！看那个贵生妈妈，我妈妈很夸你，知道吗？手机壳在变成，他妈妈走了，现在开始我跟唐娜帮他在 Bugis 卖手机壳。我们试看一下，以我们的这个能力，可以卖多少？这个壳卖到怎么样？那我们现在马上。你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吧？你问你的黑心。白黑心 ，Give phone。哇，我要我！要给你们开箱哦，你看这个，它有带有器材的这个作品，色真的哦。对，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拉
我需要，是不是？看看 ，OK OK， 看各位，我们现在到了马里纳贝，他们简称的 MBS， Marina Bay Sand， MBI。好啦，给你镜头啦，给你镜头。我们要来这边滑板。滑板不能滑，还要拿来扛哦。滑板就要滑滑，还要滑板。我们来到新加坡滑板，有点莫名其妙。好久没有滑板了哦。哎，我有点怕哎，我去平地好了，我觉得太可怕了，都有点斜。哎，你会跌倒吧？这里好舒服哦，我觉得这里很像哪里，你知道吗？香港那个对街，对对对，你知道我讲哪里吗？上海的那个哪里也很像，对，漂亮。哇，你好像帅哥，是帅哥，是帅哥，是不是？各位有帅哥，这个帅哥，帅哥蛮帅的，而且蛮脏的。刚刚呢就拍了几个照片，很好拍，哇，好舒服啊，这里我觉得很，你知道吗，他们这边都那么晚了还是很多人来跑步，他们真的100分，我只可以滑这么慢，因为我很怕哦。小心小心，踩了阿西顿哦！我现在穿的鞋子很大，我不敢。怪鞋子哦！让大家看我秀一段。来 ，three to one go。我不会跑的哦，你回来吧。哎，我拍到了，走吧。哎，越过我了。现在呢，想要去这个 Apple 店，这整个球就是 Apple 店的哦。哇，很漂亮哎，透明的，全透明的。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哎？马来西亚的地这么大，你滑上去，你不要开玩笑。哎，上面滑下应该很爽。应该会车祸，我觉得。你可以不要这样坚持嘛。算了啦。厉害哦。你快点啦，不要滑啦。究竟我们会买东西吗？我们会买东西出来吗？然后你都会买东西出来吗？很舒服哎。我们现在在怂恿彼此购入。红色的，可是红色的。你觉得红色？这是 mini 吧？红色我们现在有做优惠。来，我们听优惠。可以刻我的名字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699，你可以买两个盒。799是有包刻名字的。刻在后面用刀片。你们为什么要聊一段没有意义的对话，聊那么久？才可以超过一个小时半。真的不需要，谢谢。它就是这么大个的圈圈。哇哦！然后这里还会有人来讲解一下新的 iPhone 14的那个作品会，因为他在那听耶。我们现在下楼看看。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哇，无底洞！这里是通摸了吧？它是通摸是不是？外面是摸。走去外面就是摸了。哇哦，这里好像给别人坐着来体验，来体验东西的，然后还可以充电，是来讲可以被休息的感觉。你真的是不在自己的国家，就一直做一些很大胆的事情。这个摸里面有一个小河，这样子，好酷哦。这是什么 ？Marina Bay 的梦啊！哦，我懂我懂了。这边很像那个 The Mice 啊。然后我们刚好，我们是一群美式的，加上这个这位新加坡 MD， 所以我们是新马刷孤主，因为他还没做过这种东西。我们叫了一个听讲很厉害的咖啡。但是我买不到。
因为卖完了。对，我们现在买的是那个什么现饮的。我们就买了其他两个口味。然后这是那个 whip cream。什么了 ？whip cream。哇，你说这个味哦，它包装做的。对啊，这 take away 很厉害耶。然后它还有给这个麦芽糖。它还给那个汤匙粉那个 whip cream。可以啊，来帮你拍拍照，三二一，拍完了耶。那再见。谢谢，拜拜。然后咖啡老师先喝，他对咖啡很有讲究哦。对，最好啊。少啊，少啊，你很贴心哎。我觉得很少。少啊，你把那个盖拿上来啊。Hot, so hot. I'm so hot. 我觉得很特别。Are you hot too? I'm hot. Hello. 不要这些 content。它是 black coffee， 可是它的那个味道，它就是有那个caramel的味道，对，很神奇。它有一种 caramel 的 flavor， 这个可以。你那什么？啊，咖啡苦啊，给是甜的。它真的只有味道是 caramel， 对，它只有味道是 caramel。它的东西是完完全是 black coffee， 有很香，真的很。我这个人对 coffee 很讲究。Coffee, not coffee. 我听到 coffee 的味。我也听到 coffee 很讲究。你做了两次，当然有讲究。第二次你没有讲出来，哦，你尝了中过两次 coffee， 各位尝了中两次 coffee 还没跟你们讲过，哈哈哈，特别烫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是他第一口是咖啡，但是他后劲有喝到caramel的味道，它只是 smell like caramel， yes， smell like caramel， righ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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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我们现在来吃 satay， 应该是看不到。这边写 Satay by the Bay， 哇，像是一个小 food court， 是不是有 Hawker Center？ 不是 ，OK， sorry sorry， Hawker Center， 我们到这边吧。因为我现在没去买那个食物啊，然后谢谢苏珊换了一些新的电池给我用。我们给浪费电池啊，我们的目标目前几点？九点多啊？目前九点十三分。那我们应该差一个半个小时，不再全部就录半个小时啊？其实我们现在是晚餐还是什么啊？应该是要算晚餐吧？晚餐晚餐。好了，你不要再拍了，你在 challenge 苏珊啊。其实我在 challenge 苏珊是永杰。苏珊回来了。各位贵 ，vlog 主角回来了。你刚刚又讲了什么？我帮你刚刚介绍这边的美食 ，Hawker Center 的美食。他拍了两分钟啊。没有啦，现在才拍了两分钟啊。烧鱼耶！耶 ！Grace 带我们来这里啊，挑战我们了。他要看到底这些食物跟美食来做比较，到底谁更厉害？因为究竟食物都是美食，是给他吃。究竟是我们吃的好吃还是新加坡好吃？跟美食一样哇，很像啦。但是我觉得他目前沙爹。赢大部分美食了。耶，有菜，有鱼，还有西很重要哦。哇哇！所以我们对西洋菜是非常的有讲究。之前我们有一次在去过马六甲过后呢，你知道我吃西洋吃到隔天看医院，食物中毒看医生。来，我们沾一点辣椒，哎，收一张图。不可以沾辣椒，原汁原味。有点太熟哈，有点太过干。熟啊熟啊，它的新鲜还是不会食物中毒就好了，不会到进去的，可以活着就好，可能进法麻去买药。我觉得烧鱼蛮好吃的哎。啊，真的？这个烧鱼啊？嗯。来来到我。大马美食家。他是菜篮，菜篮还贼啊。不错，跟马来西亚都可以比，但是。比较淡一点，那里应该比较好吃。他们的味道辣椒没有这样出味。对啊。你从辣椒看得出它没有。比较水水。比较水一点，没有这样。你有下降功。其实我觉得只是自己。哦，新加坡人讲话了。你来过马来西亚是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也没来这里吃过，我也没来这里吃过。我不管，你们两个马来西亚吃，我来过。吵架，吵架。我来过新加坡吃，我这个马来西亚我就知道哪个好吃。是是。我们去我家那边吃饭。啊，走，现在走。吵架，吵架，走 ，JB 要走。JB 两分，新加坡一分。什么六块马币一只虾？对啊。所以这边有多少钱？然后这个25块一次，六块马币。哎，马币也是。Oh my god！ 哎，六块马币，来吃。差不多。海鲜是沙爹，很好吃，焦焦的，好吃哦。嗯，很好吃，它里面有放盐。嗯，调味料，然后有点辣椒。嗯。耶，我们到了。Goodbye。拜拜。拜拜。Bye bye next time， 不懂什么时候了。快点再回来，快点再回来 ，Goodbye。那我叫我。谢谢林思颖，谢谢林思颖阿姨。林思颖阿姨。拜拜。
拜拜。哦，哇，今天拍了45个 potential。哦，我跟你说好努力哦。好可怕。谢谢，哇，谢谢谁？各位想看一刀未剪的，可以到那 YouTube 里面帮。不是，这颜色也太可怕了吧？怎么这样绿的、哦？这个酒店黄色，我们没办法。哎哎。别的地方没有，没关系。各位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希望今天影片有超出我们的预算。对，好可怕哦！书生发片的时候是不是？距离我发片应该还有2个礼拜。对，你们可以让我讲话吧。谢谢。讲的是，我们非常开心。我这个，我要讲的是我们。大家想做 YouTube 很久了。哎，非常讲话，非常讲一下。我们训练非常一下。你东哥讲话一下。就是呢，我们之后在新加坡还会待个2天，然后那2天呢，我们会去很多地方玩呐、啊。然后你们想要看我们去哪里玩嘞？我们来新加坡最厉害的地方了嘞。对啊，就是还有更好玩的东西，你们就可以到他的 YouTube。我觉得应该是距离书生影片发布的，应该我觉得3个礼拜了。如果你们想要更快的，可以来我的 IG， 如果是不用在 YouTube 看，我就会做完。Whatever， 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做个结尾。耶、yeah, ！谢谢大家看这个影片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你烧香了，你烧香，记得按订阅、分享。没有这个东西了，好了，快讲拜。OK， 不要讲，吵死了。